韩国人气偶像组合神话迎来出道20周年纪念日，并决定于今年3月份举办纪念 Fan Party。31日公开了 Fan Party 的首版预告照。根据预告照，神话确定将于3月24日、25日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 SK 手球竞技场举办出道20周年纪念 Fan Party All Your Dreams。另外，今日公开的首版预告照以及预计于1月正午公开的首版预告视频，均以毕业为主题概念，展现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，令人期待。粉丝们纷纷评论：“哥哥们毕业了，20周年是毕业年吧？恭喜神话毕业，期待大学神话20周年一个新的起点。”毕业神话，这里报道，非凡娱乐，这里报道。